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，轻快的音乐，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风貌来自我们的南部的团队，宜兰罗东嘉兴团。好，这一团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哦，他们的演奏呢非常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谢谢由我们的彰化会馆带来的这个龙车队伍。